毕竟是团综的第一集，肯定不能输啊！因为要走红毯，所以大家都穿那么帅。然后我今天也特别去 settle 一下，超级像什么？大家是要来什么拍恋综还是什么的？团体恋爱。第一个是我本来就还蛮帅的，但感觉这个就有什么诡计。好，我们是今天的 A Two 发言人，我是凯杰，我是梁豪，是阿富。今天的规则都是由我们来解说的，我觉得大家已经进入第一个关卡。我这边有一个名单，这是今天的红毯最佳造型奖，就是看大家有没有在认真打扮。没错，而且你穿新，所以他没穿，因为你不穿底了。对啊，好。帅就是要黑西装，当然是我啊，我那么帅。我今天6点就起来妆发，哎。怎么会输？看到我这套衣服还要比吗？这边我没有工作人员最公最高分的，我们恭喜今天的得奖者齐步。来，我们请齐步到台上来。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今天的穿搭？今天穿搭就是上面就是走一种那种落地的。OK， 其实我们每个人做穿搭就是要先了解自己的身形是什么样的。像我就是有点梨形身材。所以我们就要穿一点这种外搭，这种大版宽落膝的这种西装休闲外套，是来遮我们比较不贵气的部位。不贵气的部位，还是要有点小美甲的。美甲，哇，西装配 Air Force 吗？来，今天最新鲜穿搭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危机四伏的冒险旅程即将展开，穿越宇宙，彼此碰撞的少年们将爆发最强光和热。TVBS 42频道8月24日起，周六晚间8点准时登舱。